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我们的行尸走肉史城啊。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关卡是138关啊，那我们该怎么讲啊？老头有点感冒了，那个喉咙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啊，所以说可能讲话会有点怪怪的哈、啊，所以说各位请见谅。那我们现在的138关，然后我们钱也领了啊，我们现在103.36万。103.6549，然后呢，我们下一把武器呢，居然要160万啊！所以说，哎呀，尴尬了。这个五十几万呢，能不能弄到这一把武器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勉强了，因为毕竟上一集我们在玩，就已经有点难过了。不知道接下来关卡可不可以啊？过来试试看呢，试试看吧。啊，我们就是只能先八字人啊，看像这个西部牛仔，我们上一集那个西部牛仔是打得很辛苦啊。哦，哇，两边一起来，这样不对啊，不行啦，太扯了。哎，我说真的，这太扯了。欸，才这样子而已，我就快不行了。完了，狙了。哦，这怎么过得了啊？牛仔哥要先杀啊，或者是靠油桶。我觉得这个油桶有办法让我们获救，或者是这边的油桶。请牛仔先杀。有，勉强撑得住。OK， 这一波。牛仔哥，点一下，有。有。完了！哇，我剩下五滴啊！大哥，剩五滴啊！赢了！哇，也太累了吧！36000，太少了。139，这一关过完之后，那个竞技场应该可以。给我带来大量的金钱，忍住，撑住这一关，撑住，这一关撑住，哇！没关系，这一关好像都是狗狗的样子哦，都是狗狗就好打多了，不要牛仔哥啊，拜托，不要牛仔哥太麻烦了。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哦！炸一下，在那边唧唧歪歪。哦，这关都是狗狗啊，好打多了。油桶炸一下，有了，应该给是给个3万-4万多。OK， 啊，这个加分关卡。来吧，加分关卡，希望给多一点。要用小刀，又是狗，来呀！哇，感觉好像要砍三刀哦！完蛋了，一定会被咬到，没救，没办法一刀毙命啊！我没打没几次我就死。掉，那个给55000而已。天哪、啊，55000哪够啊，大哥，我还差个40万啊，30-40万左右啊。141过得了吗？这一关感觉就是在送分哦，感觉送很大哦。
这关超级送哦。也知道，也知道我过不了。哇！可是来太过，来太多只了吧？有点好笑。没关系，送分送分。我觉得这样我还是赚，赚了一关。哇，有惊无险呢，勉勉强强吧。好，142，我觉得这应该有牛仔要出来了。Oh no， 又是你，讨人厌的家伙，各来各来一边，不要这么移哈了啦，很难搞啦，还这么移哈。快点移哈啦，要没命的啦，还移哈，哇哇哇，那么两只，哦，利用炸弹，哦，利用炸弹，我脱险了，靠杯45000，还差300000。哇，怎么每一关开始都是这么的有惊无险啊，我天啊。哈，快速点头流。可恶，这可以撑，这可以撑。这种可以撑就不用点炸弹了。OK。狗狗来了，狗狗来闹了。Oh my god！ 不要，完了完了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 ！Oh my god！ 撑住！不要！Oh no， 20，40滴。呜！哦，我的天啦，好惊险啊，144了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可以玩到这么后面。在前面那一关，在今天这一集刚开始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此打住了，没想到我能够这么的不断的迎刃而解。太扯！可恶，这边先杀掉。哇，这边没有汽油桶，这个摆设居然没给汽油桶。来，换子弹！哇，这么两只是怎样啊？杀掉一只！洗脸 ，saving！哇，狗狗不要闹，狗狗走开，还差一只，就是你了 ，lucky 来。Lucky 啊 ，Lucky 挂了 ，Lucky 挂了，哇，哦，这次比较多，拿50000哦，145了，看来还是勉强能过啊，只要动作快一点就好了，争取那个他们冲进来的那个，他们冲进来之前，赶快多命中他们啊，就有办法过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射我！哎、欸，没射到。哇，他们还会 miss 哦，还有这样子的、哦。快死吧！这僵尸血那么多啊！哈、嗯！狗狗不要！狗狗不要！
可恶！没关系，我行的，挨几刀没差啦。去吧你！哦耶！这次应该也可以很顺，也可以 也是可以很顺利哦。过了，结束。哇，160万我来啦！哦，剩15万喽，146关，146关。可恶，有点命中率不足。这一关应该不会都狗狗吧？欸、又是送钱关啦、啊，又是个送钱的关卡了。跑掉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完全送钱的关卡、啊。来吧。嘿，哇哟，直接从这边来啊！哇哦，突袭，不能这样突袭啦！哎、欸，过了，哇！哦耶，还差10万，大概147、148，我们就可以换新武器了，赞！来吧！哇，还是狗飞走了。干什么东西 ？Lucky， 笨狗狗不要过来，笨狗狗走开，笨狗狗，快点给我多点钱，丢叼几个啊，几美金、百元美金过来给我，快点，我很需要钱啊。拜托，不要这样咬我！走开啊！还有吗？哦，这边一只，去吧，通通都去死吧！让你们见识到什么叫做狗地狱啊！让你们下狗地狱啊！不要那么咬啦，还差两只，赚钱关，爽！这样算赚到哎、欸，我觉得。来，哎、欸，现在多少钱了、啊？哇！啊，应该是我怕变成159万哎、欸，那就很尴尬了。没关系，那个159万随便打个关卡也可以过啊。我靠，这个难的啊！Oh no! Saving 哦！嘻哈！去死啦！嘻哈嘞！我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啊！我觉得我们还撑得住。我们还有后面好几波嘞 ！Oh my god， 吸啊！哦不！哦 my god， 要死了！哦，差一点，气死了！没关系，再一次。我不相信我这一局会输，没关系，刚刚拿了失败，还又拿了2万块，可恶！这次我要再精准一点，我不服输啊！咦，什么东西啊 ？Saving 啊！他们的脸都是血，笑死！
该死了！我靠腰嘞！没有油桶了。桶子嘞？我都感觉桶子变少了，是我错觉吗？左右左右这样还蛮好笑的、啊。我靠，我妖狗过来了。What the hell？ 没关系。多少了？再一局，再一局，再一局，我们就要赢了。160万武器我来了，不管这一次我输了还是我赢了，都没问题了，通通都没问题了，主要是射我啊，去吧，还不死啊？不，前面四只，呀，烧死你们！哇，感觉没有用。哇哇哇哇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炸弹太早用了，一样又狙了。哦哦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哦。好像可以哦，有机会。哦耶，差点来不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换枪了啦！我靠，一发270000伤害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呼呼呼，他的瞄准镜好像真的不能用哎、欸，这是给你看看好玩的而已吧？咦哈！我靠，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！但是装填很慢，因为我还没升级，而且命中率很差。哎、欸，射屁射哦！不过这样一发260000伤害差真多啊，真太多了啦！就算现在没有生命中率好了，也是伤害很高的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干什么东西？哦，不要，不想死。有有有有有。去死去死去死去 ！Oh my god！ 不要过来！啊，我是死敌，剩五滴。狗狗走开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剩五滴，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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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过来！哇，这边有只狗，还好，还好，我发现它了，不然我就去了。好，你家在啊？点一下命中率好了，太难看了。哇，打 boss 啊！boss 关哎、欸，150关哦。哇！直接在那边出现了、啊，这么远我哪受得了啊！哇！拿菜刀，菜刀大叔，菜刀大叔，菜刀大叔！哦！菜刀大叔出现了，应该是射了死啊！那走路有点慢了。可恶可恶，这狗一直在乱啊！狗狗走开，狗狗走开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它冲向我，它冲向我！哈哈哈，狗来不停啊！啊，它去哪里啊？来了来了！
我有60滴的血，应该够打，应该够打。去死吧！我来砍一下20滴，哇，砍一下10滴，赢了，赢了，咬啊，这咬啊，那哇，一枪100万呢、欸，好多钱啊！升了，升了，升了，我们不用犹豫了，满了，屌装出现，剩下最后一把250万，慢慢来，没有关系。OK， 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了哈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行尸走肉死神再见啦，拜拜。